啊？我有一个神经病干爹，订阅24天多久？定起来，定起来，定起来啊！定，都定，就为了贴那个贴图，定下去。哎，粉团哦！这里有，这里有东西，你们记得拿。哪里？不是有那个手手边手手，你们记得拿。有那个机器人手手，可以吃哦。机器人手手，嗯。机器人手手手，有拿到了。我们这边前面一条路，后面也可以通，我不知道后面是通哪。对，就下一次再来。先看哪一个是回家的。先看看吧，看哪一个是往上走的。这个看到想回家。想家的，应该是吧？不知道。这里是潮湿啊，潮湿啊，哦，潮湿啊，这里潮湿啊，痛！你要撞我。小哎呀！切水果，二十。这部件呢、啊？哪边也太多。这里是，哎，这里是从下面攀上来。报名单。所以不是这里。对，感觉不是这边，感觉。那走回去啊，那就走回去啊。换另外一边看看。好，反正现在是回家迷路了。对啊，迷航机，走回去，走回去，洞真的很扯，各种员工旅游回不去，员工旅游飞机，园长，我们不是两天前就回到家吗？我们遇难了，没办法，我们遇难了，我们赶快回去，我们快到家了，快了，快了，我们遇难了，然后都这样说，然后还是过了两三天。结果又过两三天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快了，快到了，再往前走一段路就到了。又过了两三集。我们遇难了。这个十字架哎、欸，对啊，这有十字架。不然打给那个吧，搜救队好不好？好啊。这里啊，这里啦，这里啊，这里在往上。这里有讯号吗？这里有讯号。这里有往上了，应该可以吧？啊，等等，往上啊。这边在往上。感觉上好像是哦。快来快快啊！快可以回家了。爬上去，爬上去，爬上去！冲啊！快可以洗澡了。你们身上好多手的，这肉都黏在身上。对啊，大家都是啊。一下，哎呦，好多人掉在这里哦。对啊。有没有乘客啊？没有，应该是有、欸。我看到外面的光了，我看到外面的光了。有了，那应该是到了。不要跟着那个光走。有了，哇，好多乘客，好多乘客。看到外面的光了，好多乘客。他是直接被剖一半呢、欸。哎、嗯欸，我们这条要不要记个点啊？记点啊，记点啊，记点，记点，记点，用那个什么木头标记还是什么的。哇，出来了。啊，离我们，哎、欸，离我们家很远呢、欸。很远啊，我们从另外一边出来。可是起码下次知道怎么过来这了啦，就直接从这边走就可以很快到下面。嗯，终于太阳，太阳，为什么大家出来了？大家进去前跟进去后差好多。对啊，我们怎么进去之后就是穿那个制服了？哎、欸，他代办的事项有两个洞窟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探索算是天坑的，还有一个是峡谷的、欸。我是看远方有一只谷，峡谷是不是刚刚我们走另外一边呐、啊？另外一边那边就是路，你一直冲着劈它就好了。哦，有可能。我想试试看砍树，是吗？应该快很多吧？哦、哇，一下就好嘞、欸，没有、啊，一下就快好了。还没看，一下就快了，一下就快了。你要绕着的、啊，你要绕，哎、你要绕、哎欸，这个好大哦，这好棒哦，这根好大哦，棒。而且你不用一直点一直点。这边哦，对啊，我怎么大概知道在哪边呢？哈？你怎么知道？就是之前你们那个海海边啊，第一次海边啊。对。哎、欸，那鲨鱼在哪？哎、欸，有人。哎、欸，鲨鱼在哪？我想打鲨鱼。哎、欸，有海龟。有两个在跑啊。有两个在跑啊，他们在跑地方。植物在追逐啊。就是他们那边那个鲨鱼在他们那边。哎、欸，浮潜行程是下一次啊，浮潜行程。对啊，我们先回去啊。哎、欸，等下陆龟，陆龟，陆龟，陆龟。哇，你们干嘛、啊？这个。小屁小，真的是 OK 了。陆龟直接砍吗？陆龟好硬哦，砍头砍头就好了。嗯，哦，真的砍头砍一下就死了。对，啊砍，他现在缩进去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敲门啊，你手伸进去把他头挖出来。哦、对啊、哦，我有小锤子。敲门，敲敲敲敲门哦，敲门。他还没死吗？欸你有没有看到他把手手包到他的头？你看，你们这一群人，哦、我看到他好可爱哦。
可怜。它原本就是红色的吗？没有，当然不是。哎，投资这投资红色还得了？哎，鳄鱼，鳄鱼，鳄鱼，皮包，皮包，皮包，什么？你在岸上吗？我在岸上啊，在岸上。他不在砍乌龟，突然一只鳄鱼走过来吗？为什么啊？鳄鱼皮，鳄鱼皮。为什么你们的岸上遇到鳄鱼啊？我不知道，我可能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哎，帅。他坐在，哎，鳄鱼，鳄鱼头好大，天哪！哎，这个头归我喽。哎，你们拿的那个海龟肉是紫色破图的样子，你知道吗？哎，这个头跟那个头一样啊。还要拿这个头。嗯，太神奇。我想把这个头拿回去摆在。哎，这边还有。这边还有陆龟。来呀。我走了。这里还有陆龟。干嘛要拿恶搞你啊？叫叫再叫再叫叫嘛叫叫再叫啊哈。看你是没有被鳄鱼头敲过。好，我要回家了，我要回家了。这边又有一个洞啊！我天，受不了，好了，回家了。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这边有陆龟耶，没关系，可以再过来。这好像有帐篷，哦，有前面有橘色帐篷，就这个啊。拜拜。哎，旁边好多人哦，三个哎。继续吧，这里其实没有很远了。真的啊，看起来这里真的没有很远，就在田坑，绕过田坑就到家了。有人要救我吗？怎么了？在哪？我血已经见底了，然后我前面有四个人。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因为我刚刚跳得太高，我摔下来。你的哦，我看到四个人。哦，你们在这哦。对啊，我们在上面。你知道没有那个吗？药。可是他感觉没有在打你。吃药可以不？在海边奔跑。可以。吃药可以慢慢回满。哦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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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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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把这边走过来一点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后面后面来后面来，先走吧，我们垫后，我们垫后。他们应该是觉得说，怎么有没有走进出来？哎哎，我发现我们有涂红色的东西啊，他有些野人啊，他看到你他会跪下来，真假的？啊，他刚刚我要砍他之前他就跪着，要慢慢跪下来，然后结果我就把他砍死了。哇！我也有图哎，哎，有人了，后面后面后面，看来这哦，就是这个是不是？是跪着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你？该跪了，该跪了，叫太大声了吧？啊，死了！叫最他们全世界最大声！把鳄鱼救下来，他想带回家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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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所以我们那个点是红色的旗帜吗？对对对对，它黄色旗帜也有一个洞。那个对啊，那个应该是其中一个出入口啦。嗯，这里只要看到天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怎么回家了。嗯，沿着天坑走。晚安，晚安，要睡觉了，晚安。晚安，要睡觉了，晚安。老枪是用做的吗？不知道。有我们这边有人说往左边会比较出来的吗？往左边吗？好。沿着河走，沿着河走。老枪怎么做啊？几刀？为什么？一回头看到那个超像野人的，你说我们现在团吗？团超像野人的，难怪他会对我那个裤子，裤子怎么了？兔子吧，兔子经过，往右边走有三株哦。之后啦，好累哦。今天长途归来，该回去休息了。今天旅游结束了，今天太困难了，好累哦。下次可能要等阿弥陀，可以啊，阿弥陀明天吗？明天那就明天喽。也是可以啊，没有对吧？看他要不要，因为这蛮血的。没有啊，叫他不要，他应该不行吧？他不行，叫他盖家，他应该不行，叫他在家里。可是我们现在的行程都是出去旅游。对啊，那个他不可能，没有，就不管他要出去旅游，野人也会找他。对啊，野人找他也没用啊，他就在家里叫就好了。啊哇哦！叫我啊！反正喵喵离开电脑前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觉得他玩的游戏应该会三 D 晕。对对，有点像他会三 D 晕啊，他会三 D 晕，没办法。我看到杰克的小屋啊。嗯。超车，超车，超车。哦，鱼也可以晒。好。也可以晒，那应该就没了吧？对，我身上没了，就这样。看到窗户了。
到家了，我手好红哦，我好像戴红色手套哦，天哪！你有涂那个吧？我的你有涂都变红色了，就涂还是那个？应该是有涂。你们捡到了，你们捡到的玩具可以把它合成合在一起哦。嗯，虽然我不知道用途是什么，但是它已经本身已经合在一起了。没有啊，你要再点啊，你要自己再点吧。它只是把你摆的很像合在一起而已。为什么这一片的这一片的都不见了、啊？哎、欸，对，哪一片都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刚刚看到那片宝宝皮耶，怎么都整个都不见了、啊，都烂掉了。哎、欸，芦荟也不见了、欸，可恶。有野人吗？跑来偷偷那个吗？你就偷偷把它吃掉吗？偷偷吃吗？难怪会这么累，那么累个是不是？太坏了。哦，太过分了吧？真的是太过分了。哎、欸，真的有一些地方有坏掉、欸，哎，很好。哎哎哎，这里是本来就倒的吗？你的游乐设施原本是都哦，有踩到，有些人有踩到啊，哦、我没有重新启动而已啊。嗯，哇，怎么了？我要把这放在这里。哦我拿了三条烂掉的鱼回来，把它晒干，把它晒干，晒干它就可以吃了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怎么笑得好开心啊？笑得太爽了吧？笑好爽哦、啊，这边怎么在哪里啊？怎么笑开心？头，你又抓在这里啦？要避邪、啊，白痴也是好孩子哦，好可怕哦！他的眼神，怎样？他今年抓鳄鱼头？对啊，我放在我家门口。他的眼神好呆哦，人家旁边还有一只蜥蜴。对啊，哎、欸，看到了。你是不是抄哈记的？他也是这样摆设。哦、我刚才一度走回来就直接放这了，好搞笑的。太霸气了，笑得这么开心。看下你，嗯，笑超开心的，真好笑的。速度有多少？哇，速度有190哎、欸！那个蛮像，就是那个鳄鱼冲太快，然后撞到石墙卡那边。对，卡一个头的，然后身体在后面还在挣扎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，关、嗯、了，关了，关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田也没有了。宠物不能扩大哎、欸，好可惜。宠物。船屋。如果能扩大都太 OP 了，大家都只住船屋了。真的。好了，休息了。好了，休息了，休息了。休息了，累了。明天的话再看看吧，就先这样。看看看看吧。看到了，拜拜。大家晚安。拜拜。记得先播广告再看看。玩。哦，对哈、哦。我没说明天给我吃完广告再走。明天五点缺氧，六点 Ringo， 八点底特律哦。记得来看影片，超多。超多、啊，现在 M 界存档。哦，对，喵哈生日快乐。他不在，他不在。存档。啊，关台，休息啊。啊、哦，那关了。嗯。